尼克，你看你披头散发像什么样子？来，给你整理一下。尼克，你头发翘起来了。我再给你梳一梳。尼克，你好丑啊！哼，我不想理你了。好啦，别生气了，我回家帮你修一修就好看了。你干嘛？你生气到摇铁啊？好了，我们回家吧，别生气了，过来过来。哎，你眉毛呢？你眉毛去哪里了？在这儿。你眉毛掉了，你知道？你眉毛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我们回家修毛。先把耳朵中间长长的毛剪掉，这个地方的毛经常要卡在水乐下面，所以要给它剪平一点。把发扎给它清理一下，再把耳朵里面的毛给它修一下，这样把耳朵并起来剪，两边的毛会剪得比较齐。最后再把额头、嘴角、鼻子上的胡须给它修剪整齐。小腿、体窝里面的毛前两天给剃了，还没有长出来。好啦，最后把它辫子编上。天哪，妮可，你简直太帅了。